烤店的烤里脊，不用葱姜你在家做。里脊肉切薄片，放葱姜、料酒、生抽、鸡蛋清、淀粉，抓匀腌制半小时。舀先开水泡一泡，穿好肉片，肉呈油温，下油锅炸至变色捞出，锅留煮肉爆香葱姜蒜，下里脊肉翻炒均匀。好吃的关键是这包沾皮鞋都好吃的烧烤料，最后撒葱花，这样做的里脊肉比烤肉店还好吃。